华人协会祝贺2020年世界健身气功率圆满成功，希望更多的人学习健身气功，能够得到身心安康。2020世界健身气功日，2020世界健身气功日，2020世界健身气功日。世界上所有的练习八段锦的朋友，健康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今天你八段锦了吗？